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mos Wong。今天我会分享这首《Stay》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 fingerstyle 的简单版本的弹法。如果你想听更多的吉他歌曲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当有新歌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你可以听到了。